模范母亲一个一个上台接受表扬，开心的接过奖状。每个领奖人都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，家人也开心上台献花，一同分享得奖的喜悦。除了表扬外，公所还安排特别的礼物，让妈妈们看了更开心。我没想到上这啊，所以我讲话伊，因为区长阿公，这是说讲话的，是画我，我全错一个啊。 这份礼物是每个得奖者的自画像，因为五月的重头戏母亲节即将到来，因此沙鹿区公所特地举办模范母亲表扬。除了送上奖牌表扬母亲对家庭的付出，为了让妈妈们留下难忘的回忆，今年还特地邀请区内的画家以 Q 版的画风为每一位得奖者绘制一幅个人画像。我们有针对每一个我们的妈妈都有一张独特的卡片。 母亲的妈妈、母亲都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一个母亲节啦。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把握，珍惜跟我们家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珍惜妈妈、爸爸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的这种欢乐时光。在画家的巧手下，每位妈妈看到自己的画像，都直呼好像哦。家属也都开心，一起合影留念。公所也提到，这次活动已经策划了一个多月，不只有画像，还邀请书法家帮忙题字，希望透过这份礼物，让妈妈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。记者周梦慧，台中采访报道。